哎呦，不得了喽！我们今天玩这个很神的游戏喽，为什么变个有手游啊？它真的会让你继续想要玩下去的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集啊，你啊喂，你看，你真的做人真的不能这样子啊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好像圣诞的一个主城。漂亮啊！这局到底是要美到什么程度他才满意啊？我想要猜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跟你们讲礼包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礼包是什么啊。但如果是最近的话，我们来猜一下，666可不可以？来，礼包需要端教学，还有，哎，那777可不可以啊？好笑。这样子啊，2966可以，那888呢？欸，888也有欸，欸，该不会有人直接在那边每个都拿去拆这样子吧？我今天已经有重点了哈，我再抓个东西来讲好了，啊，我先做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其实也懒得私底下在那边比较少啊。哦，已经完成了。人家说我现在有宗主哎，等一下，我想我标题要怎么打？僵尸 UP，也许可以直接在这边抽就对了。他有没有通行证啊？哇，鱼哎！哎、欸，要不我们就讲皮猫试炼与礼包需要端教学这边，修皮试炼与礼包需要端教学这样子吗？哇，很像，还蛮帅的哦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讲貔貅试炼与礼包需要端教学。那、啊、其实我一开始已经端出礼包给你们看了，标题可能是这样子啊。那、啊、这边就继续给它挂下去即可。我想一下，不然家园系统也可以讲一下。那、啊、家园，你就可以挂机。日那家园。你可以进来升级一下，这是。哦，如果再不行的话，家园也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什么是家园？随时等就是这样。真的有够耐玩了。就像你在世界这边有个家园哦，你进来就会长这样。啊，这边可以随时布阵这样。我今天讲很久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OK。